如茵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班上来几个新的学生，我姐姐做的厉害哦。是多厉害啊？有我厉害吗？拜托，要比厉害有什么难的？真的假的？我也想去看看。好，我们走吧。Go go go！ 王信。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。干嘛乱接啊？干嘛这样啊？唱去哦。随便一个人唱都比你好听吧？不可能。学弟过来。我吗？对，就是你，进来。好。进来。等一下唱首歌来听。你就不要等一下唱的比学弟还难听。怎么可能？你就不唱歌？那不然先唱啊。好。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。还行了，还行。学弟换你唱。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，惹多情的遐想，却轻易的走散。情意绵绵，总遇见一丝牵为难。好好听哦。学弟在哪去？电脑。走、啊。他们两个到底想干嘛？学弟啊，不要说我欺负你啊，让你多找一个人啊。学长没关系，那个你们请。你知道他是？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算了。DJ drop the music。不可能、啊，他怎么那么强啊？怎么可能？服了啊！旭旭，你刚说他是什么？他是街舞冠军啊！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如果喜欢我们中学头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叮叮叮订阅哦！最终哦！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最终他，最终他，最终我们，最终我们。